有的背后都是一位位母亲被无止境的囚禁，强迫生产，并承受一次次的母子分离、丧子之痛所包装出来的商品。希望大家用行动来守护这些天真善良的孩子以及他们的母亲，莫让他们成为商业剥削下的受害者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今日到场同业大众，闻佛世尊说上诸苦，宜加舍心，莫生放逸。相与若复不勤方便行菩萨道，则于一一地狱皆有罪分。今日同为现受阿鼻地狱等苦，一切众生当受阿鼻地狱等苦，一切众生广集十方一切地狱，现受当受无穷无尽，一切众生等一痛切五体投地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过去七佛，南无十方十佛，南无三十五佛，南无五十三佛，南无百七十佛，南无庄严劫千佛，南无贤劫千佛，南无新秀劫千佛，南无十方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十二菩萨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十方尽虚空界无量形象优田王金像、旃檀像、阿育王铜像、无中石像、狮子国玉像、诸国土中金像、银像、琉璃像、珊瑚像、琥珀像、砗磲像、玛瑙像、珍珠像、摩尼宝像、紫摩上色阎浮檀金像。又复归命十方如来一切法塔、一切池塔、一切牙塔、一切爪塔、一切顶上古塔、一切身中诸舍利塔、袈裟塔、持钵塔、早平塔、席藏塔，如是等为佛事者。又复归命诸佛身处塔、得道塔、转法轮塔、波涅盘塔、多宝佛塔、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塔、天上塔、人间塔、龙王宫中一切宝塔。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，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，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贤圣，仰愿同以慈悲力安慰众生力、无量自在力、无量大神通力，摄受今日道场同为阿鼻大地狱受苦一切众生忏悔，乃至十方不可说一切地狱众生忏悔，及父母师长一切眷属今日忏悔，以大悲水洗除今日现受阿鼻地狱等及于地狱等苦一切众生罪垢，令得清净。洗除今日道场同忏悔者及其父母师长一切眷属罪垢，令得清净。又洗除六道一切众生罪垢，
领至道场，毕竟清净。从今日去，至于道场，皆得断除阿鼻地狱苦，及十方尽虚空界，不可说不可说诸地狱苦，毕竟不复入于三途，毕竟不复堕于地狱，毕竟不复为十二业造五逆罪，受诸苦恼，一切重罪愿尽消灭，舍地狱身得净土身，舍地狱命得智慧命，舍地狱身得金刚身，舍地狱苦得涅槃乐，念地狱苦发菩提心，四等六度常得现前，四遍六通如意自在，具足智慧行菩萨道，勇猛精进，不休不息，乃至进修满十地行，入金刚心，成等正觉，还度十方一切众生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诸于地狱杂受苦报，不可复计，如是名号处度无量，相与披览，具见其事。经云：阎罗王一念之恶，便总遇事，自身受苦亦不可论。阎罗大王昔为毗沙国王，与为智使王共战，兵力不如，因力誓愿，愿我后生为地狱主，至此罪人。十八大臣及百万众皆悉同愿。毗沙王者，今阎罗王室；十八大臣，今十八狱主室；百万之众，今牛头阿旁等室。而此官属，悉历北方毗沙门天王。常阿含经云：阎罗大王所住之处，在阎浮提南金刚山内，王宫纵广六千由旬。地狱经云：住地狱间，宫城纵广三万里，铜铁所成。昼夜三时，有大祸童满中羊童，自然在前。有大狱卒，或王热铁床上，铁钩破口，羊童贯之，从烟彻下，无不焦烂。彼诸大臣亦复如是。十八狱主，一曰迦阎，点尼离狱；二号屈尊，点刀山狱；三名废寿，点废沙狱；四名废曲，点废史狱；五名迦士，点黑耳狱；六名盖梭，点火车狱；七名汤卫，点货汤狱；八名铁迦然，点铁床狱；九名二身，点开山狱；十名呻吟，点寒冰狱；十一皮迦，点剥皮狱；十二摇头，点畜生狱；十三提婆，点刀兵狱；十四夷大，点铁魔狱；十五月头，点灰河狱；十六川谷，点铁彻狱；十七民生，点驱虫狱；十八官身，点羊童狱。如是各有无量地狱，以为眷属。狱有一主，牛头阿旁，其性凶虐，无一辞忍。见诸众生受此恶报，唯忧不苦，唯恐不毒。或闻狱卒众生受苦，甚可悲念，而汝常怀酷毒，无慈悯心。狱卒答言：如此罪恶，诸受苦者，不孝父母，谤佛谤法，谤诸贤圣，骂入六亲，轻慢师长，毁陷一切，恶口两舌，谗取嫉妒，离他骨肉，嗔恚杀害，贪欲欺诈，邪命邪求，即以邪见懈怠谤义，造诸怨结。如是等人来此受苦，每至免脱之日，恒加劝谕，此中俱苦，非可忍耐。汝今得出，勿复更造。
而此罪人初无改悔，今日得出而请复还，辗转轮回不知痛苦，令我经历彼此众生从劫至劫与其相对，以是事故我于罪人无骗慈心，故加处毒，望其之苦之残之耻不复更还。而观此众生乃甘至苦，终不肯避，绝不修善，往去泥环，既是无知之物，不知避苦求乐，所以痛惧被于人间，何容于此而生此忍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今以世间牢狱比较，便可立之，信非虚唱。若使有人三轮欲护，虽是亲足周旋，已无侧创，况牛头阿旁，见此众生得出复入，因苦是常，既得免离，唯因修心便其所习，若不改悔，永成苦处，多在其中，次第经历，从苦入苦，无有休息，故三世怨对，因果相生，善恶二环未曾暂错，报应之真皎然可见，为恶得苦，还以报之，在地狱中穷年极劫，俱受俱苦，地狱罪弊不堕畜生，畜生罪弊复生恶鬼，如是经历有无量生死，无量苦痛，岂可不人人及时行菩萨道？相与今日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普为十方地狱道，欲王大臣、牛头阿旁各级眷属，恶鬼道、恶鬼神等各级眷属，畜生道、畜生神等各级眷属，广及十方无穷无尽一切众生，求哀忏悔，改往修来，不复为恶，已作之罪愿起除灭，未作之罪不敢复造，唯愿十方一切诸佛以不思议自在神力同加救护，哀悯摄受，令诸众生应时解脱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华日佛，南无君利佛，南无华光佛，南无仁爱佛，南无大威德佛，南无梵王佛，南无无量明佛，南无龙德佛，南无坚不佛，南无不虚见佛，南无精进德佛，南无善守佛，南无欢喜佛，南无不退佛，南无狮子像佛，南无圣知佛，南无法事佛，南无喜王佛，南无妙喻佛，南无爱作佛，南无得必佛，南无相向佛，南无观世佛，南无云音佛，南无善思佛，南无狮子幡菩萨，南无狮子座菩萨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自在神力救拔地狱道，欲王大臣及诸地狱眷属十八格子地狱，如是十八格子地狱各有眷属等狱，尽地狱道一切地狱牛头阿旁及受苦一切众生，令此众生今日俱得解脱，罪因苦果同得消灭，从今日去毕竟永断地狱道业，毕竟不复堕于三途，舍地狱身得净土身，舍地狱命得智慧命，舍地狱身得金刚身，舍地狱苦得涅槃乐，念地狱苦发菩提心，四等六度常得现前，四遍六通如意自在，勇猛精进，不休不息。
乃至进修满十地行，还度无边一切众生，入金刚心，成等正觉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四，因缘果报，与理昭然，铁城纵广遍三千，苦趣被相连，起手金仙，出离众鳌间。南无宴会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宴会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宴会地菩萨摩诃萨。初忏：天上天下唯佛独尊，世出世间此法最胜，甘露普沾于沙界，菩提香散于人间，顶梳白玉之豪光，体露黄金之妙相，凡情恳祷，一念现前，唯愿弘慈哀怜摄受，上来奉为求忏众等，修从慈悲道场忏法，今当第四卷，礼诵将完。功勋告毕，悲心重运，刻念前尘，香藤沉水之祥烟，竹土幽潭之花蕊，现天厨之妙供，列禅月之苏陀，钟磬接天院之齐鸣，梵音和妙音之演唱，集思善利，普益有情，回向觉天金像，满月能人，满半满之真权，学无学之慎重，天地名扬水泽，人间列庙书机，见此魁祸之心，普降恩光之臂，出生功德，奉为求忏众等，忏除四种之牵由，得入四空之镇定，福愿四生根本因由，如汤卧雪，四诸烦恼垢障，四日荣霜，迥出四流，离爱河之古墨，速成四德，驱乐土之旋游，四安乐行已现前，四弘誓愿而坚固，多生父母同登解脱之门，累世冤亲共证菩提之果，今则依闻忏悔，诚恐宿业难除，在劳尊重同求忏悔。梁皇忏四卷功德力，愿灭信人四重罪，清正菩萨宴会地，忏文举处醉花杯，解了冤忏了罪，消灾增福慧，龙华三会愿相逢，弥勒佛前亲受记。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，南无龙华会菩萨摩诃萨。梁皇忏四卷已全周，回向四恩并三友，拜忏众等增福寿，愿将法水洗千由，宴会地菩萨唯愿哀纳受。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，南无登云路菩萨摩诃萨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五，其缘果滋味甚堪尝，青瓜红柿阿梨样，荔枝龙眼堪供养，安摩罗果是无双，婆罗门仙人亲现莲台上。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供养菩萨摩诃萨。入忏：公闻敬无眼之慈尊，赫赫现光明之妙相，开五乘之教海，朗朗宣般若之玄音，五十五位之圣贤，念念菩提果满，五根五力之大士，诚诚解脱因缘，皈依则增长福田，理念则消融罪垢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，愿似慈光证明修奉，上来奉为求忏众等，修从慈悲道场忏法，此当第五卷，入坛缘起，谨备灯烛果明，真奇妙供，普奉诸佛圣贤，称礼弘明宝号，齐嗓皈依，发露头尘，切念求忏众等，远从囊劫，直至今生，迷五蕴之去来，随五浊之流转，
五欲盈缠，五尘交蔽，五逆未除，起人我爱憎之念，无法未悟，增自他烦恼之情。因缘既已无差，业果实难逃避。今则法众虔诚之志，各开解脱之门，皈依于圣教之中，洗迁于菩提海内，情意如丝，佛臂哀怜，仰叩红慈，民勋加倍。佛身清净似琉璃，佛面犹如满月辉，佛在世间能救苦，佛心无处不慈悲。祈愿慈悲道场忏法，一心归命三世诸佛。南无过去毗婆尸佛，南无湿气佛，南无毗舍浮佛，南无拘留孙佛，南无拘那含摩尼佛，南无迦摄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当来弥勒尊佛。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五，解缘释劫第九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一切众生皆有怨对，何以知之？若无怨对，则无恶道。今恶道不修，三途常废，是之怨对无有穷已。今言一切众生悉皆有心，有心者皆得作佛。而诸众生心想颠倒，贪着世间，不知出要，建立苦本，长养怨根，所以轮回三有，往来六道，舍身受身，无暂停息，何以故耳？一切众生无始以来，暗示相传，无名所缚，爱水所溺，起三毒根，起四颠倒，从三毒根起十烦恼，依于身见起于五见，依于五见起六十二见，依身口意起十二行，身杀盗淫，口妄言绮语，两舌恶骂，意贪嗔痴，自行十恶，叫他行十恶，赞叹十二法，赞叹行十二法者，如是依身口意起四十种恶，复依六情贪着六尘，乃至广开八万四千尘牢门，一念之间起六十二见，一念之请行四十种恶，一念之间开八万四千尘牢门。况复一日所起重罪，况复一月所起重罪，况复一年所起重罪，况复终身历劫所起重罪，如是罪恶无量无边，怨对相寻无有穷已。而诸众生与愚痴俱，无明复慧，烦恼复心，不自觉知，心想颠倒，不信经说，不依佛语，不知解怨，不忘解脱，自投恶道，如何复活？历劫长夜，受无量苦，假使业报有终，得还人道，如是恶人终不改革。是以众圣起大慈悲，正为如是愿对众生，我等相与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菩萨摩诃萨救苦为资粮，解怨为药行，不舍众生忍苦为本。我等今日亦复如是，起勇猛心，起慈悲心，等如来心，成诸佛力，数道场般及甘露谷，秉智慧功，执坚固见，普为四生六道，三世众愿，父母师长，六亲眷属，解怨释劫，以劫之愿一切舍之，未劫之愿毕竟不劫。仰愿诸佛诸大菩萨，以慈悲力，以本愿力，以神通力，同家富户，折福摄受，领三世无量众愿，从今日去乃至菩提，解怨释劫，无复愁对，一切众苦毕竟断除，相与至心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奉为四生六道
三世众愿，父母师长一切眷属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善意佛，南无离垢佛，南无月相佛，南无大明佛，南无诸暨佛，南无威猛佛，南无狮子部佛，南无德树佛，南无欢世佛，南无慧聚佛，南无安住佛，南无有意佛，南无央伽陀佛，南无无量意佛，南无妙色佛，南无多智佛，南无光明佛，南无坚戒佛，南无吉祥佛，南无宝相佛，南无莲花佛，南无那罗延佛，南无安乐佛，南无智积佛，南无德净佛，南无坚勇精进菩萨，南无金刚慧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如是三世一切众愿，今日在六道中已受愿对者，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贤圣力，令此众生悉得解脱。若于六道中因受对者、未受对者，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贤圣力，令此众生毕竟不复入于恶趣，毕竟不复恶心相向，毕竟不复处毒相加，一切舍施无怨亲想，一切罪疚各得消除，一切怨对皆得解脱，同心和合犹如水乳，一切欢喜犹如出地，寿命无穷，身心永乐，天宫净土随意往生，念依依来，想时时至，无复怨对斗争之身，四体不为变动所侵，五情不为尘惑所染，众善尽毁，万恶真消，发起大乘修菩萨行，四等六度一切具足，舍生死报，同成正觉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你出生那天，死亡便开始接近。听闻的人们啊，切记，没有任何时间是可以挥霍浪费的。婴儿的诞生乃天下一大乐事，然而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挡婴儿逐步迈向死亡的过程。在他的一生当中，无论他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方向，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让他免于一死。俗话说，太阳渐行渐远，西山之阴影则渐行渐近。生命越是开展，死亡越是逼近。当婴儿成长为青少年，他仍然认为自己来日方长，这真是大错特错。不断地把事情延后再做，是愚蠢无知的。死亡可以在任何时刻降临，每一次呼吸就更加趋近死亡一步，如同一只被领进屠宰场的动物，每走一步就离死亡越近。今生只有一次，来生则无可计数，切勿牺牲无数的来世来追求今生虚幻的安乐。如果我们日复一日地忽视佛法的修持，
在死亡的时刻。